只有 Telegram 可能是俄罗斯，然后哪边可能是谁谁谁哈 ，Signal 大概这些。那这里面 TSMC 当然很重要哈，然后还有这个其中只有一个是什么？石油哈，只有一个是石油的公司。好，在新 G7 主宰 AI 已经是一个全世界最热门，你所有的人都要蹭 AI 哈。那这里面又是新的G7 来主导，好，下一页。那台湾呢 ？Computex 之后每天谈 AI PC、AI 伺服器、AI 智慧终端，每个电子五哥都蛮缺。